对，特别是靠的那种感觉的，因为你觉得就放松啊，然后就躺在那睡。你说比如这样靠在靠中间，这或者靠在靠中间，靠中间，靠着。换回来吧，来小心。他这样靠着，干嘛？他这样靠着。你现在就是工作，我用我开始那时候把电梯搞点东西，是用那个操吗？对吧？刚刚醒来的那种感觉这么大哦。等你做完那就彻底放松了再反应。还有至少这个对板凳关着。这桌人少，这桌人算一点。但是，算算一点点就够。好，那我说那个，我提醒啊，他静静的。那个弦就有一点点，就是走音了。你来快点，这个唯一就是自己。他先，我先发现你醒了，然后手停一下，手是停住的，对，停住，弦是停住的，再弦上，然后再继续弹。啊，知道，是他说完之后你停住嘛，然后你是你醒了，你醒了再弹还是？他说完之后你停住再弹，然后边弹边说你醒了。弹，然后再你醒了。啊，对。然后到说他问嘛，为何是十年后把他按着，对，十六年。好了，对，你要我的。旁边那个是顺，第三个顺，中间那个顺，毛毛。我郭总说好嘞。有。先吹着，先吹着，先吹着。
蛋蛋先说十六年好像梦一场，他没说。Sorry， 我还没看你呢。Sorry man。好，来再来一个啊。接着的。安静。好。等他说完第一句，你再说。对啊。可以啊，安静。好，来录。来录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慢慢醒来，你醒了。而见之若山羊，江城见之要到悬崖底断开。谢谢四千块。蛋蛋，你刚才说话了吗？没说的吗？对，蛋蛋还没说呢。没说呢。好。好。对不起。我那句是什么来着？没想到我还活着。OK OK。好，一来你慢慢起身吧，好吧。原来是你。好。好，接着坐起来说这句话啊，蛋蛋。好，啊，站站，问完以后再看那边。好，来，来录，来预备，开始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条。好，嗯，这样吧，来，好，来录，来预备，开始。说这句话的时候不用闭着眼睛。好，站站，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要。好，站站这边。来，过去吧。对吧？对对对。都看出来了吗？老大哥，你们换班我来。那日见你坠落山崖，江城坚持要到悬崖底探看，却只见四千块。那你呢？你也去找过我？三年后，我去过，却是连白骨都没有了。又不是三年。
六年来。好，可以啊，我们好来，站在直接说最后一句，可以，好。我们再来聊。好，我们再来聊。嗯，说话太重，说完了。好，这样吧，来，好来录，行了。好的，这个窗户那个枫叶你还要吗？这里以前有枫叶的。枫叶它这影子在上面。对，影子要吗？要。没带多少。好。地毯上踩啊。好，都可以啊。可以。地毯是香还是白影啊？小兄弟，拿个香过来，把这点上。好，人走。地毯还有点翘。这次受的打击挺大的，是，不过也是，毕竟对方是金光瑶，他的结义兄弟，要是换做我的话，找不到重点，他毕竟是你哥哥，就算他与金光瑶的关系再好。他也是姑苏蓝氏的人，有自己的原则。怎么？你没有搞错？有，我问过问题。在穷奇道，他替他过来。你们是背着视频来的吗？确定吗？后面还有消息。当时发生的时候，他以为是我的错。我后来在不夜听，我们听到了那一首。当当当，中毒了。你前面的节奏可以再慢一点，其实你。别搞了。巨松无比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放开你能扇扁他吗？你试试。太大了。我觉得他把他打出来，信不信？几批？
你皮这一下你很开心吗？那种细的可能没可以了，吃的还差一点，还在练拳。这个比较坚挺。来吧，来吧，战斗呗！今天战斗呗！开始上去。嗯，蓝战啊！那个，队长，一会儿你叫他在哪个点？他把这个小壶盖打开，去拿那个黑砂壶。刚提起来，提起来的时候你叫我蓝战，我说干嘛呢？我这个乖乖。来吧。那咋的？哎，不、啊，哎，鼻子吗？在。重庆话干嘛？怎么说？嘎子，嘎子，嘎子啊！你叫我。嘎子啊！叫我。班长。来，我们先把前面先试一下。哎，一会儿到走过去就。嘎子啊！继续在哪？啊 ，sources man。老岳，嘎子啊！就是新浪是吧？嘎子啊！你先嘎子啊！来，嘎子啊！叫嘎子啊！放新浪。我里面有水了吗？好呀，啊，都放歪了。笑什么？笑啥？笑都不行了。老子，我笑都白心走。老子，关你啥事啊？关我啥事啊？关你啥事？关你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一来一往把那个盖子在上边往那一放，然后就去掀那个盖去那个。啊，道哥，你把这个放过去以后是拿这个碟是吧？哎，但是我就来这边打我，我已经做的做这个光，你要做的光给你。你说是怎么了？他不在他这边做。好，来那个服装，继续把衣服那个后衣后摆后摆。不好意思，让我也搞不到。好来，快，站高。哎，啊没事，塞个口袋就行了。OK， 好，再站一下我的纸这个点了，好来。哥，给我一张纸。好了，那个。给我一张纸，谢谢。马上哦。那个护士兵，护士兵，那个肯定要尊重。来，小亮亮，把口袋里面也装了吧。好嘞，从边上过来。战斗，来，我来准备。嘘，我穿着不穿吗？不穿，拿过来。不穿，交了。把我小人弄一下，我现在就把我来了。我现在就只能把它倒这里面。
啊，对对对。然后他一过来，我第一个机会，我直接我都不动。对。不是，当你想起自己到的时候，你再单独拿这个。现在是从他打开小袋子去拿那个壶开始。等他坐下来之后，我再。背着好像的。啊？那背着好像，好像我吗？真的。那。那什么？那个。病了。已经变了。好了，准备。来，弄，安静。预备，开始。别走了，别走了。冷战。那是，就算他跟金光瑶的关系再好，他也是姑苏兰氏的人，也有自己的原则。怎么了？没有告诉他，告诉陈芳，陈记道，你知道。前面的垒都让开，你要鸡翅和烧鸡蛋。对，好，就看这个。真 ，OK， 来祝这是个，谢谢上帝。OK， no， 那 it's OK， 抽大烟好了。哎，我也不会呀，怎么哥们儿来吃饭？气氛，好，下来，到此残障，好了，明天上。
三遍堂。I'm sorry.就把我的多少分？太烂了，忘记忘记。看你家是小心啊！哎，你在江夏店穿黑色吗？你看都是谁的水？是我大哥，哦大哥，该拍你了，拍我。我咋玩儿嘞？行吗？这是。狗仔是什么？不是。呀 ，kiss kiss。Yes, sir.不要录吧，不要录了。什么？你没有告诉他？告诉什么？在什么地方？医生，你知道？听到第一声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我的错觉，直到在不夜天的时候，你又听到了一声。哦，这是当时发生。我问过问你，在初级道，他听到吗？都别动了啊！来，再来一个。我们往前一点吧，重启到然后你前一句重启到一声低音，然后那个魏无羡反应一下你再说，你知道？啊，来，刚才接太快了。啊，一来从那个一博说重启到一声低音，我这里要反应一下，稍微反应一下，你知道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可以啊，来就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在穷奇道听到两处低音，你知道？一声低音，一波。前一句。穷奇道一声低音。对不起，好。好，都不动啊，别说话。安静，安静。好，别笑，控制点。别笑，来，可以啊。好，来录。录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知道，再来一下，我问你在一声低音，两处低声，哦，第二句是两处低声，对，一声低音。然后我是说，在当时我听到，当时我当时发生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，当时发生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。就只要在不夜天，就哎，求其到一声低音，求其到一声低音嘛，对，当时发生的时候，你忘了吗？以为是我的错觉。后来在不夜天，我又听到了这么一声，我又听到了那声，别喊了，我不行了。刚我为什么没听到？谢老师，因为超大一声。王千古，好，不说话了，哎，好了，来，好，来，来录，录，来预备，开始。再重启到一声低音，你知道。我问过问你，他的那个反应没够。
觉得我应该是紧接你知道吧，我要反应一下再说你知道吗，我会不会是直接紧接说你知道啊，就是你觉得是有个愣了一下的感觉，你知道这个事情，你以为是只有你自己知道？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稍微紧一点，我对反应就卸掉了。我觉得好。来，没想到还有，没想到还有第二个人知道。可以啊，来，来，露露，露露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要不要纸？不用了，放心。我那个，他现在在装卡吧？没有装卡，到了，到了，走吧。走吧，你过来，别拿了。给你这两个。现在跑出去喊立板，就给我。Thank you.
这是什么？现在还有吗？同学看，金哥。我走了、啊。干啥呀？我走了。干啥？干啥？啊？我不玩了。啊？不玩了。我因为下雨第一样就能打。哇，好像真的好像。Thank you.